八极拳协会教学就是以八极拳、披挂掌、八卦掌、迷踪拳、螳螂拳以及各种的兵器。他们现在要表演的第一个节目是小八极，今天有来自15个人，阵容也很大，来自我们台中科博馆教练场的八极拳协会表演的小八极。有我们的许金运，我们的教练带领着15位好手共同来表演的小八极拳。八极拳呢，在总统府也有教授，就是快速的制敌，把敌人制住的一种方式啊。那小八极是八极拳入门的第一套拳，姿势比较低而比较慢，注重架势的工整，注重架势的工整以及劲道的训练。请大家掌声鼓励。下一个节目是八极连环拳。八极连环拳有刚有柔，刚柔并济啊，请大家掌声鼓励。掌声鼓励，还